六月三日，长扣复工的高圆圆现身汪涵直播间，她身穿一字肩的白色泡泡袖，黑长发披肩出镜，女神范十足。到我发现了更性价比更高更好的产品，然后就是离我离得这么近的一个产品。嗯，对，其实当我们说到国货的时候，当我们用到国货，拥有国货，或者是把这个很好的国货拿在手上，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？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有一种这种感觉，因为它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是的，跟我一样生长起来的那种骄傲油然而生。我懂，对，油然而生。